快威武的节奏，是建山国小学生的表演。这个办在旗山地区的发表会，是家福两年多来在纳马夏、桃园等受灾地区所做的重建成果。这样的精神去陪伴风灾过后的原乡部落，学员们在透过部落特色水果的栽种之下，他们开始知道原来这个水蜜桃的栽种培育过程就像我们工坊的培育过程一样，发现了七种元素：勇气、创意、耐心、文化、传承、学习、支持。透过这七种元素，支持了大家继续走下去，并且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你听说 hold 住姐很红，一秒就可以变格格哈、哦？那我们工坊的成员也非常的厉害，一秒我们就可以变出作品。我们先邀请文化，他来展现如何一秒变出作品来。桃园建山埤寮班的一个学员，我是代表学习。我感谢家福中心让我们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协会一技之长。那这是我们埤寮班的作品，我想给各位来宾。建山村的皮雕工作坊学员害羞地介绍自己的作品。我们的原住民芋头啊，嘿，那我们原住民以前是不吃，没有吃到什么稻米啊，就是芋头跟地瓜，我们的主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创作这个来做，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说我们曾经就是这样子生活的，嘿。这个是以前我们布农族啊，对，拿它的那个什么，拿它的叶子给它晒干，啊，给它串，给它绑在脖子，小孩子的脖子，这是什么血碧哦？辟邪啊、哦！哎，这个它是有被吓到吗？还是为什么要辟邪？还是它不能睡觉？还是没有以前的我们以前说，脏东西，会说会被魔鬼抓走这样。啊，布农族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叫做短案，短案，辛苦啊！像我们这个有年纪大的，就做这个就比较不知道要怎么画，画还好，但是要做要打雕刻了，这个还要雕刻，要打，还要打这个打洞，又要缝，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不像一般这个东西说好做，这个成品都是这样，就是要慢慢这样。你做的时候，这个因为这是皮啊，打歪了的时候不能再做，这个就是火了，这是没有不可以做。所以我们做笔雕就是好辛苦。建山村的彩虹工作坊是家福针对风灾后的地区成立的。主要是希望能带着村落的居民，从关怀陪伴到产业重建。现在要来讲分享一下我们前天去成果展。好，首先感谢学员哦，因为在我们七班里面呢，跟纳马夏，我们这班的学员是最多的，我们有19个学员哦。那大家都蛮辛苦的哈，在这边也要我们要因为几个学员来掌声一下。那在这一次里有我们的摊位区的副主任是谁？好，摊位的轮班大家都还蛮用心的哈。那还有 DIY 区也都做得不错，尤其我们的秀梅，哦 DIY 的哈，我们也谢谢他哈。大的肚子哈，要不要站起来看，笑一下你的肚子？哎，还是出来服务哈，哎，是蛮辛苦，比较特别。
还有我们的那个摊位区，我们的美玲，哦，肚子很大，还是在那边，哎，服务很害羞哈，服务哈，我们怕他太累了哈，哎，我们怕他太累了，也是谢谢每一位哈，大家的作品都蛮不错，那这一次卖的将近差不多要10000块哈，虽然有些欠的，不过应该是算蛮不错的啦，都是大家的辛劳哈，所以我比较期望说，将来是不是可以从我们这一班开始发展。甚至带动、哦、我们这个部落，我们建山部落，我相信别人可以，我们也可以、哦、而且你们又那么的用心学习，我们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所以我们从别人的经验，我们多多少少来学习，希望对我们这个部落有很大的帮助。那不久的将来，希望我们的学员当中有、老人送餐的班长，还有厨房那边的班长，甚至我们可能有导览班的组长，还有可能我们有手工艺，我们的贩卖的，固店的店长，可能要从我们这边开始、哦、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要很大的野心、哦、有多一点野心，对我们这个部落，我们每一个人出一点点心力，我想我们这个部落会发展起来、哦、家福桃园区的社工孙丽倩，定期会到工作坊的教室，了解学员学习的情况和反映学员作品的销售状况。短夹哦，那我说你大概就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嘛，我们还是就是定在明年度的部分，一开始的部分会三个工坊稍微聚一下，然后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做一个了解，有一些状况出现就是在成本的控管上面，我们可能会更加严格，那不是为了要怕大家花钱，或是不让大家去使用这些材料，而是说这些钱。在未来的，不管你要不要成立工坊，不管你自己要不要成立工坊，或者是你愿不愿意走工坊这条路，成本控管在我们的这个思考模式里面是越来越重要的。不会写字的，或者是每天都跟我说笑笑说我不会写的，麻烦你今年、明年都要动手。没有不会写这回事，没有不会写这回事，不会写找人教，找人教，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明年也会规划一系列的课程。包括你要怎么说话，你要怎么贩售，你要怎么使用电脑，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要开始学习，不能再说我不会而我不能。如果你想要走这条路，你就必须强迫自己会，强迫自己一定要能。有话讲，对，那两天不是很 OK， 所以先叮咛他，但是他的手都不稳定，因为休息太久，就已经跟那一些朋友又搭上，所以昨天也没有来。昨天还打电话说要救他，他在96，说落实。其实他这个是 OK， 只是这个处理这个就你知道吗？如果他之前可以做到让人家觉得说一看就是很棒的东西，对，他这个东西就不应该是这样子。对，因为我看过他之前做的作品，是，所以他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他整个状态没有进，对，没有进步，对，所以他完全不 OK 的。这些距离这些都没有把它都没有用心弄出来。对啊，这一看就这样一点点，就是很多小瑕疵出现了。那这个美玲蛮不错，他也说在这个里面他做一个系列感，也蛮用心做。现在变成说有工具，就是变成就很少这类，很漂亮哦。但是有的它还不太会使用，就变成这样而已啊，简单。所以有时候也很难。想法啊，所以你应该直接，所以老师你要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他讲出他的想法来，我就觉得我可以认同他的创作。对啊，有些人创作就是这样啊，这个就很漂亮啊。对啊，这个东西老师就要提醒他们，这个东西卖相就是不好。但是他的创作我又不方便跟他说，可是你是工部分，你就要跟他讲，你的专业就是工的部分，你跟他说啊，这东西都没有捏好，这要怎么弄？这东西，这个如果是我来讲，我就会不客气了，因为你的专业在这里，就是刚刚讲的，都捏不好，它是，然后这个呢，它也没有亮。
打了，他就要打出一个东西来啊。嗯，他这个都好像没有完成，他整个都没有光泽啊。嗯，对啊。讨论的过程中，总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如何做才能将善款做最妥当的运用，对社工和当地居民来说，都是需要摸索判断的问题。